学，请继续看第四个小段。用名所谓十人九错路啊，阴经若现前，撇而随他去，此诚可寒心也。用名延寿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人，史传里面记载的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啊，也来表演给我们看。在那个时代，禅风很深，所以他老人家事先修禅，在禅里面大彻大悟啊，实现大彻大悟之后回归到净土啊，修净。